嗨，悠悠，嗨，悠悠，悠悠，你们安亲班的同学怎么啦？确诊了，确诊了，所以你就被居家隔离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听到的时候有没有吓一跳？有。你是不是说你想要转学了？是不是？因为你说你们学校太恐怖，你要转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参与了这次3+4的居家隔离。3天的居家隔离，4天的自主防疫，然后这就是人家送来的那个防疫包。这是水吗？没有，那个是那个酒精，75%的酒精，这样子也是杀那个病毒的啊。水神？它不是水神啊，是酒精啊。这次的病毒超可怕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勤洗手，戴好口罩。戴好口罩。对，希望那个坏病毒赶快给我滚开！滚开！对啊，不要再来了啦，真的很讨厌呢。就是说嘛，那你都不能去学校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嘛，你不能去学校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？开心。哎呦呦，笑成这样子，所以你在家里都在线上教学吗？没错。你有没有好好上课？有。没有。你没有好好上课。发呆，发呆嘞！你惨了，我要跟你老师说。好骗啦！老师要打我吗？老师会打你的屁屁，所以每个小朋友出去一定要戴好口罩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要注意安全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，好不好？好。那现在打开这个给大家看看。这个，我们不用去排队。这个防疫包有给我们8支，因为它4天的快筛的那个。对，快筛。他就是如果4天的那个自主管理想要出去就要快筛阴性就可以出门了，对不对？我是阴性。对，他这次是谁陪你？陪你一起隔离。对，一起隔离谁？爸爸。爸爸一起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给你8支，他送了我们8支。就直接倒出来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快筛8支。然后还有一瓶酒精，对，消毒我们的手，消毒那些可怕的病毒，坏病毒。哎，我来打开一个，然后这样把它用转。啊，这招是不用的，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而已。就是要。你是干嘛这种眼神？有看到我在瞪你吗？你知道我在瞪你吗？好，还有口罩。我等。现在口罩还是要大家戴好，勤洗手，才不会被病毒侵入。哦，你自己装好了呢，吼。一咻一咻，防疫破口哦。防疫破口。你怎么？应该是从这边吧，来，它、已经关好啦，已经锁紧了。嗯。然后喷。啊！不能，不要喷我眼睛哦。开玩笑的，我怎么可能喷你呢？这是拿来喷手，然后喷那个擦桌子用的，对不对？这不能乱喷人家眼睛哦，小朋友知道吗？就很新呀。对呀、眼睛会坏掉的。好，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哦。大家拜喽，要注意健康哦。你下礼拜一要上学了耶。对。你有什么感想？走吧。你会不会很想去上学？不想，不想，真的是好好上学啊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拜喽。拜拜。伤心了。